可不可以帮我摘一下这一个？一泽，阿呆哥，你上来啦！啊，一泽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来这个玉米地里看这个玉米熟了没熟。玉米熟了吗？嗯，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哦，阿呆哥，你好久都没上来了。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。哦，那走吧，回家赶紧回家做吧。走吧。哦，对了。端午的时候公司那个抽奖的活动，我抽中了一个豆浆机，我想着你应该用得上，就给你带过来了。那我会用吗？嗯，很简单的，很方便，这个可以打豆浆还可以打果汁。谢谢阿呆哥，你又送我东西。不要不要，那我来拿吧，给我来拿。不用不用，有那么重，我来拿吧。那好吧，我去土里摘点菜，你中午就在这里吃了饭吧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走吧。阿呆哥。啊。我摘两个果子给你吃。什么果子？我摘的小番茄。小番茄。在哪里啊？你。啊。这是你种的？嗯，我种的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来给你一个。我这里还有，你吃吧，阿呆哥。我这里还有。谢谢啊，雨珠。不客气。阿呆哥，嗯，快过来。怎么了？我摘几个大的番茄给你吃。大的番茄。哇，这番茄好漂亮。给你。谢谢。嗯，雨珠。这个番茄好香啊。哦，阿呆哥，我这里还有，你要吗？嗯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吃吧，我这里还有，吃吧，我放在这里。嗯，阿呆哥，你帮我端一下。啊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来干什么？你要吃黄瓜吗？啊，我不知道，刚吃了番茄。要不要？嗯，不吃。那我吃这个。直接吃吗？嗯，可以啊。看得好香啊。爸爸，我给你摘。哎，那一根摘给我吗？上面还有一根。你来摘，阿呆哥。我来。你来摘。哎，这个会不会有点可惜了？还小。就这样小一点才好吃，大一点的话吃不赢。看见吃的就觉得好香，我也想吃。这样吗？嗯。嗯。好吃。嗯，这里还有丝瓜，这黄瓜特有的香味。我今天中午做丝瓜给你吃，好不好，阿呆哥？好啊。这个吗？嗯。这里还有，阿呆哥。啊？你不能帮我摘一下这一根？可以，来。现在太高了，我摘不动。好，放一下。来，还要摘吗？嗯，差不多了吧。怎么回事？黄瓜给我吧。阿呆哥，啊，吃饭吧，先喝碗汤，我们再添饭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一竹在那干什么？一竹，阿呆哥，一竹，你藏什么啊？我这个不好看，
什么不好看？我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凉粉。凉粉。嗯。看着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弄。哦，还没有。还有吗？有，我给你弄。啊、哦，对了，我今天过来给你带了个风扇。又给我买东西啊？嗯，没有，天气热了嘛。我看上次看你那边都没有风扇，我就给你带了个风扇过来。啊，还给他买了个西瓜，给孩子买了衣服，拿一下。谢谢阿呆哥。有点重。走吧，赶紧家里去坐一下。阿呆哥，嗯，你要再来晚一点，凉粉都吃完了。这样。嗯，刚刚好。哎，这个凉粉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啊，这是我自己弄的。哇，看着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你还会这个？这个很简单的。这个跟那个街上卖的凉粉好像不一样，自己弄的它要好吃一点。你这是用什么粉做的？红薯淀粉。红薯粉。嗯。哦，还可以这样。叔叔，要不要吃鸡蛋？嗯，叔叔不吃，谢谢。哎，我看。就算了，没事。蛋放这里的，啊，皮蛋都是放在这种地方的。哦，你吃这点就够了吗？嗯，嗯，好吧，这里放起来。嗯、哦，对了，阿呆哥。啊、嗯，你上次说你喜欢吃折耳根，嗯，我马上去给你再弄一点折耳根，地里有。有吗？嗯，我去给你弄一点。哎，那太好了。阿呆哥。啊。这两天的折耳根会有一点老，就是，但是拌菜还是可以的。没关系的，嗯，我主要是喜欢吃它这个香味。嗯，对。老一点也可以。就是这个很香。嗯。你要得了多少？嗯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因为太多的话吃的比较老，主要是它香味在里面就好了。嗯，好。阿呆哥，嗯，这个看起来老，其实洗出来还好，也没有那么老。嗯，对，看起来是很漂亮。嗯，走吧，我再给你弄。香呀！对，我也想说好香。天气热，吃这个好吃。嗯，再帮我加点黄瓜丝吧。好，完美。哎，够了，哥。哇，一叔做的凉粉好好吃啊，又辣又麻。嗯。特别香。哎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谢谢叔叔给买的新衣服。谢谢叔叔。哎，他那个脸上被蚊子咬了，你给他看一下。对，就是蚊子有点多，被咬了个大包。阿呆哥，这个凉粉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很喜欢。就是有点麻，又有点辣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哎，谢谢啊，一桌，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一桌。呆哥，一珠你在干什么啊？我给这个生姜浇点水。哦，来，你看我这个是什么？这么大条鱼啊！嗯，我上山的时候，然后看见路边有个卖鱼的，我就买了一条。这个鱼要怎么吃？怎么吃？看你咯，你的厨艺那么好。哇。嗯。那我去山上摘点青花椒，做个青花椒鱼给你吃。青花椒鱼，好啊。那阿呆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好的。把这点水浇完。我来帮你们。没事，不用了，阿呆哥。阿呆哥。嗯。先把这个鱼放在盆子里，我去摘点青花椒。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？可以啊。
嗯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风水云动偏不动，水推船移岸不移，刀切莲藕丝不断，山高水远情不移，欲辨面情阿呆哥，嗯，吃鱼啦！哇，好香啊！我去拿两个碗。好。阿呆哥，啊，把你的碗拿给我一下。干什么？这鱼头给你吃，给你加。哎，不用你吃嘛。给你加这个鱼头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玉珠，嗯，你有没有为你和孩子考虑过啊？考虑什么？就是你跟大孩子也挺辛苦的。嗯，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他去上学，我又可以在这边打点小工挣点钱，我都已经很开心了。难道你不想再找一个？现在孩子还小，而且这种事情要看缘分的吧。如果说再找一个，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？非要再找的话，我想找一个对我孩子好的，有上进心的，然后能和我一起努力的，最好是和你差不多吧。那我留意一下，身边遇到有这样的，我给您介绍。好，大哥，你赶紧吃鱼吧。有了，还有这么多，谢谢啊。多吃一点。一珠，嗯，你给我下好多鱼啊，我都快吃不完了。赶紧吃吧，下午还早呢。对了，阿呆哥，嗯，前两天我去打小工的时候，老板有送我核桃。核桃？嗯，新鲜的。这核桃不是要干了才吃吗？就是新鲜的，我们这边的核桃在采收了。哦，你拿六个回家吃吧。为什么六个？我看你那么多。六个核桃补脑。谢谢啊。嗯，赶紧吃吧。吃了下午还要出去。哦，好好好。